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咱第三小段台联之声来电时间的节目，我节目主持人台联党董主席刘一丁哈。来，我今麦头拄啊讲啊，这正要紧就是讲吼，你若搞清楚，啊，你又未感觉讲啊，人遐济呢，啊，这是稳调的，啊，总统可能做去啊，哈，我都甲你大家举例啊，台北市甲高雄吼，以高雄迄当阵啊，哦，十一月中、十一月底尾啊遐，你比赛动员比赛。我看起来迄个场嘛是陈其迈吼，较济啊，陈那伊现场诶人数，但是陈其迈一场，我甲你讲真诶，我有看出一个伊动员来吼，伊足侪是对附近诶乡镇，甚至北关区佫动员啦。啊，韩国瑜诶伊诶即个吼自发性来，较伊呐做外省啊，干啊，韩国瑜诶场有动员，就是王金平啊动员诶吼，三咱王金平伫遐地头足熟啊吼。王金平跟你嘛承认讲啊，其实迄就是伊动员的主要主力，因为外省啊，毕竟伫咱台湾的这个比例是较少嘛，吼、哦。啊，照人口比例就差13%尔，一百个人13个外省好啦。你讲有这个套南生摊，吼、哦，你15%啦，15%里面啊，甲85%比，吼、哦。所以一定是韩国瑜场嘛是有群，吼、哦，嘛是有众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以前啊，尾出来啊，赢啊济，啊15万票是安那赢的。啊，就真简单，我讲过啊，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迄个政策面，就讲啊，你蔡文总统，你一寡政策吼，你蔡文讲真诶啦，你也要叫我甲安那甲骂，我实在骂无啥物吼，啥物出头吼，伊也毋是外派人，啊嘛温顺温顺啊，吼，啊水水啊嘛，讲起也无啥物大，啊毋是讲社会社会啊，即讲诶，吼啊人伊讲诶要做遐工作，伊嘛拢选举前拢有讲过啊，啊嘛有做啊，吼。啊嘛学者，哦啊嘛无啥物大件，啥物贪污案件啊，是咪？哦，叫人掠包啊，无啊，至少到目前拢无嘛，哦。啊，现在票息了者，真简单，就一直啊，选举前电视顶一直分析，讲啊，会害，即吼，伊就是蔡总统就是家己咧改革，啊，但你改革拢有去伤到一寡即特定的族群，即人互你伤到，吼、哦、啊，非常的愤慨，非常的愤怒，啊，伊吼、哦。有人将是都未瘾，本来支持也未瘾投啊，啊本来就无投，伊出来鼓吹，哇，卡你呢这个爱好死啊！哦，即我讲过几个件嘛，即简单讲即，你讲退改，公教退改，即当然是对啊，无你即维持未落去啊，哦，你即靠你后边遐少年的后边公教少年的，弄遐无，遐未对，你变哪里倒，政府要倒，爱要造反哦，哦，所以爱改的。你改嘛，会当无共咱个版本哦。阮台联党一开始差不多哦，2019年嘞，2018年年初，阮就有写文章咧推动一个哦，但拢无受到重视啦。所以讲实，报纸嘛无啥重视，就敢那读者投诉哦。啊，阮讲个理论就讲来爱用吼伤害同少个，啊，你互少数只吼，即领足济只人互伊听，足听歹紧，啊，你其他个人拢无啥影响。安尼吼，即才成功。嗯，我的理论就是讲吼，像一条，我怎么讲啊？七万做 lucky seven 哦，都一个明确的数字。七万是安那，现在去提出这七万的数字，真简单。你那是一个退休人员哦，啊，你一个月哦，你讲请一个外劳给你搞哦，你已经哦，当然你打退休75也是可能也唔免，我怎么讲无破病的状态啦吼，七十。几岁即嘛有诶作用诶，到77、78岁嘛，拢也真用。即个以前哦，你拢哦，拢有中啊。家你开始好啦，77、78岁、80岁开始爱请看护啊，25000嘛，哦，一个外劳。啊，来你食大啊，即吼啊，你啊阵有当已经啊，都爱营养品啊，什么鼻胃管啊，住酒店啊，啊，这个互你10000+啊，应该嘛是有够哦。过来病院，定定爱走病院看医生，计程车。佮你1万-2万哦，啊是讲了，我就无厝啊，拢来租厝啊，佮1万，对吧？到大老实讲啦，差不多6万哦，有够啦，过一个老人的足足伊啊好，咱佮哦6万至7万中，找个数字，那同好同佮差7万以下，拢嘛佮叮当哦，7万以上拢抬落来算7万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你讲啊，我领只钱，我那7万我哪会挡会掉？靠啊！要是这要甲你养老，要互你退休的啊！退休也毋是要互你钱，啊、
你到你也开不完，你留留给恁子孙，那是无道理、无公义嘛。啊，那古早是安尼设计的，古早就想错了嘛。要改的是那个想法是错了，所以改成台人的版本，七万以上，总剁掉，拢存七万。老人拢病大，老人跟我讲，啊你古早做较大，哦，安尼较少我哩。哦，古早你一个月领二十几万，啊，你即马着退休，你着爱三粒头六只手，哦，啊，你中机比人较大机，哦，啊，你逐项拢爱，你照顾拢爱较好，听你咧放狗屁，照顾一个老人伊需要的经费应该差不多，哦，你去外省，啊，何况咱并无要加迄个较本来较少，要无要提高啦，你本来你着期待值就是，我就是会可能领四万五、五万还是三万八，哦。我你拢叫完来，我袂变个。但是七万以上的拢多加存七万。我甲你讲这个版本，听袂落呀？啊，几乎觉得我们太可笑，怎么会想这么无聊、无厘头的方案？啊，这是甲你讲这痛啊！哎，剁落去到底我讲差不多15%的人剁掉呢，啊，剩下80%啊，欠的钱、剩落的钱差不多啊。我问你，他会有一届这个寒流，他会造出来？啊，他会翻菜门翻到裂孔，他会？没嘛，吼、哦，来，这只是拢，啊，你讲一包粉，或者我买个宠物啦，粉起价一，我哩实在，啊，你起价你搁讲讲，这要去做长照，啊，大家拢唔食粉，你咪长照无倒啊，这种说不通的啦，吼、哦，一粒一修改掉，吼、哦，翻头倒转来，吼、哦，同性恋这就靠样，你定一个，甲因中间啊成人的时候，因家己处理，莫去影响到社会，哦，莫影响什么民法爱修改，哦。哪家创的？我相信蔡英文的形象未歹，加好大家讲。而且刚才因为伊形象本来是吧，伊形象无歹哦，吼，但是政策歹，啊，怎造成大家大反弹，甚至乎大清的感觉就讲哦，啊，这反弹力道有够大，大家伊想讲啊，不管伊是自私还是讲伊真正是要救民进党，反正伊的感觉伊讲出来就讲，我若无出来，民进党会倒啊，吼，听起来敢那为了民进党，但是哦，你嘛在讲嗯。啊！你哪卖政策犯遐大个事故，啊！伊哪有机会？赖清德嘛无机会啊！哦，那邓英啊嘛报警过来，该讲无必算问题来啊！哦，就是讲政策的错误造成的啊、哦，造成，所以这激发出来的群众、哦、啊，群众吼、哦，一个月三星对民的影响，群众不是不会影响民啊，民众呢一倒是啊、哦，问题来民里面有太多赌烂票，他也不动声色，伊嘛无必出来参加，等于就赌烂啊！哦有人这拢变做你的负面，所以你蔡英文也好，民进党也好，你动完了佫较彻底，动完了佫较紧绷，你无法度影响迄个民的独烂啊，民众还是独烂，这个原因我跟你讲啦吼，就是造成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你若了解安尼，我今麦要跳转来讲韩国瑜，韩国瑜你今麦佫外国动员，韩国瑜其实我讲咧，对吼，伊、哦、动算了，可能蜜月期大概三个月啦，吼、哦。在位的时候，跟着过年过呀，哦，那足。但你哪敢讲韩国就越来越强哇？我真正唔相信，除非台湾真正别起动工作侪，哦，即韩文内底拢无读册啊，是拢根本无咧看报纸。你小看啦，你看电视、看报纸，你我知影讲恁所崇拜、所寄托的韩国瑜，啊，一个徛上这个咨询台，啊，徛上这个哦，出来咧讲话，啊，迄度巴肚空空，哦。就没什么东西，没什么料啊，哦，啊，是伊人想讲这草包一粒，哦，烤腰啊，你菜包呢？草本来咧包草啊，是变哪吃？未吃一啦，哦，啊，安尼，你安尼会素质会当选总统？我感觉那真正这种人会当选掉总统，台湾真正无救啊，哦，表示讲素质足低啦，哦，啊，没有关系，你民众堵烂蔡英文，堵烂蔡英文的政策，堵烂这些改革案，这个无问题，民主就是你有权堵烂啊。问题无你嘛，拜托恁国民党内底嘛，经济迄条吼，较有能力，较有料。无人朱立伦嘛，做过桃园县长，做过新北市长，做过行政副长，一路行来表现未讲介歹啊。啊，册嘛有读过啊，讲个话嘛吼，伊当然伊通牌迄种理论，迄阮是无赞成，但是看无嘛，了有新一个吼、哦，有板有眼的领袖人物王金平吼，卖讲伊个性，伊至少咧处理人个问题，四平八稳啊，大家人吼、哦、各党各派拢会当接受这个人，吼、哦，会当互台湾进入一个有协商啊、有团结的可能性的国家，这嘛未歹啊。啊，你这赌烂票怎么都不去考虑这些人？啊，你去考虑一个两公个韩国，我感觉吼、哦，
这实在问题足大吼。后来我无要批评啥，但是来讲，咱爱提醒台湾这选民哦，唔通结苦苦呢。你安尼选一个五面的出来，选一个亡国之君出来，这韩国瑜一看到迄个差不多吼、哦。我唔是讲批评这人外派呢，无啦，伊人我感觉嘛兄弟开啊，好爽好爽。以一个人来讲，伊唔是啥物大派啦，但伊的这头壳空空，啊，一心干那讲我这个完了发大财。啊，干那什么定海神神针啊，甲中药屈服，听中药的就定海神的废话，导航的中药的要甲你修修修修，甲做特殊啊，当然嘛定海神讲啥笑啊，得听，真正小内行人听下落啊，这实在吼。后来我讲到这吼，咱小等后边三段吼，咱讲别行吼，咱就休困，继续讲。